这个吹风机真的超级好用啊，特别是现在夏天啊，天气热，就想吹头发，快点吹好啊，没那么热啊。这个吹风机真的是几分钟啊，3到5分钟就可以把头发吹干了，非常好用，推荐给大家啊。这个风扇也是我最喜欢用的一个风扇，特别是客厅啊，拿着太方便了，很轻巧啊。我吹头发呀，还有上厕所呀，我都会把它掂到洗手间来用啊，超级好用，非常轻便。你看我一个手一拎，走哪用哪，方便啊。风也很大，很静音。彩彩，你要等着吃西瓜了是不是啊？姐姐吃完了是不是啊？这是女儿刚才吃的西瓜。他爸不吃西瓜的，就我和他两个人，一人一半。你看他吃的好整齐啊，给我留一半儿。他喜欢用勺子挖着吃，他吃一半留一半给我。然后他说汤汁用这个吸管来吸呀，不会浪费呀。现在我也要来吃西瓜了，猜猜最爱吃西瓜。你们俩已经等着了，菜菜想吃了，等一下啊，拿一点给你们。哎呀，菜菜最爱吃西瓜，等会儿啊，馒头不吃了，馒头可能刚才跟姐姐吃了好多，不想吃了。这瓜挺好吃的，是麒麟瓜，没有籽儿的。这西瓜好甜呀，这种麒麟瓜呀，没有籽儿，很好吃。你们两个小馋狗啊，想吃西瓜，握手啊，主动来握手，我都没说握手哎。他特别爱吃西瓜，这牙小小一点，握个手，握手，哎呀，真棒！馒头，快来吃西瓜了，你今天怎么不吃了？卷卷握个手，哎呦，小乖乖。馒头，快来呀、啊！你不吃算了啊！快来，宝贝儿，吃瓜瓜了，快来啊！是不是姐姐刚才给你吃了？你不吃啦？宝贝儿，快来，快点，馒头，快来啊，馒头，快来，吃瓜瓜了。快点呀！你那么慢干嘛？匍匐前进干嘛？哎呦，你看你那姿势，就想让我抱你啊！自己过来，自己过来。哎呦，哎呦，匍匐前进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就想抱，撒娇了。过来，过来，不抱，不抱。哎呦，什么表情呀？馒头过来，馒头过来，过来过来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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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看这啥姿势啊？就是想让我抱。啊，坐坐坐，坐下，才才坐这边来。哎哎，坐好坐好，坐坐坐坐，哎，三个坐好了，真棒，排排坐啊。你们三个能不能坐近一点啊？坐近点我才好拍呀、啊，太远了拍不到啊！过来一点，哎，坐好，哎呀，给你们排个队太难了，坐好啊，坐好啊！才才第一个握馒头握一下手，馒头握手，握手啊！我、哦、馒头生气了，哎呦，馒头不高兴了啊！他们俩刚才吃了没给你留啊？好，馒头第一个吃，啊，好，才才握手了，哎呀，真棒！小娟握手，哎呦哎呦，小可爱，这馒头最拽，是不是？馒头握个手，握个手，馒头就不握，今天心情不好啊，刚才叫你半天才来，好，不握了，不握了，乖乖吃吧啊。他们两个吃的比你多是吧？所以你生气了是不是啊？啊，乖乖，好，再弄点啊，坐好啊，别动，坐好，坐好，再弄一点。
好了，这下馒头握个手。馒头，哎呦，馒头还在生气，才这么几集。好了好了，馒头今天生气了，他吃的少，知道了吧？他吃的没你们多，他生气了，知道了吧？他就不给握手，就这样来。宝贝儿，坐好了啊，妈妈再弄一点啊，再弄点西瓜。哎呦，今天吃不少西瓜，他们可爱吃西瓜了。握手，真棒！馒头握手，握手嘛。馒头还真不给握手，今天生气了。哦，你吃的没他们多。小娟握个手。哎呀，真乖，宝贝儿。来，好可爱。天天看着他们这样子，真的是心情特别好啊。来，馒头。好了，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